5月7日凌晨，孙红雷晒出用特效相机 APP 拍摄的3张自拍，尝试了兔子耳朵和麻花辫等效果，看上去呆萌可爱。孙红雷配文称，夜深人静时终于找到了折磨妻子的办法，结果妻子不让自己上床了。同时他喊话朱碧石，快来救我，我被家暴了。随后罗志祥在孙红雷的微博中留言互动，看到孙红雷的扎着小辫将五官进行恶搞的图片后评论道，我真的疯了。罗志祥的女友周扬青也来凑热闹称，哈哈，不让上床是什么鬼？有网友看到后留言道，你确定朱碧石去了之后你不会更惨吗？还有网友注意到孙红雷艾特的碧石并非朱碧石的微博，笑称极限大傻名不虚传。也有网友提及红星 CP 称，你考虑过张艺兴的感受吗？